可以吧？现在大家都关心时机，说时机成熟了没有，时机到了没有。我想反问一下，你讲的时机，什么时机？是耕耘的时机还是收获的时机？如果是耕耘的时机，每天都是时机，天天都可以耕地，天天都可以耘草，即使下雨你还可以选种，你还可以接肥，你还可以修理农具，你还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也是时机，为了休息过来以后再继续精神奋发的再来继续耕耘。所以要讲耕耘，没有不是时机的，每个人随时随地随处都有时机，都要抓紧。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向郭文贵学习，郭文贵天天都在抓紧时机。至于要讲收获，根本不必问时机。为什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只要你耕耘的工作功夫做到了，收获就一定会来的。早来晚来，就看我们耕耘做的到家不到家，努力不努力。只要瓜熟了，地一定落。只要水到了，渠一定成。水不到，你光把渠挖出来还不是渠，没有水是什么渠啊？不是灌溉渠。所以叫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是不需要问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在乎他收获的时机是早还是晚，因为这是我们不能做决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天天要努力耕耘，抓紧时机。这是怎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民主争取民主的队伍有多大。现在人都想，我是争取民主的，你不是。嗯，我是老民主，你是新民主，你资格不如我。我是从哪一年就开始参加了，一直到今天，你不是才出来吗？嗯，我对这个民主做了多少研究，我有多少底蕴，你有吗？这些问题都不是重要的问题，都是叫什么鸡毛蒜皮。真正的问题呢，就是说对民主能够起作用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我要讲一个问题，如果讲革命，革命的力量要多，但是又要少。为什么要多？少了没有力量。为什么要少？因为多了就杂了，革不成命了。革命是什么？革命是合法斗争、非法斗争、公开斗争、秘密斗争，要结合起来的，对不对？这是共产党历来的主张，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和平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这个人能多啊？不能多啊。所以要保持队伍的纯洁，越纯洁越好。革命有这个问题，民主呢没有这个问题。民主是谁的事业？民主不是一个人事业，不是十个人事业。一个人事业叫独裁的事业，是一个人事业。少数人的事业，这叫革命的事业。多数人的事业，绝大多数人的事业，每个人的事业，这叫民主的事业。民主的队伍是什么队伍？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是这支队伍的人。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一切愿意当公民的人，都是这支队伍。我们都是互相支持的，互相帮助的，不是互相抵消的，不是互相排斥的。民主就是要大。中国的民主没有十三亿人行吗？中国民主一亿人也不行，光有一亿人中国不能民主，所以中国必须有十三亿人。因此这个十三亿这个人呢，
个个都是我们民主道路上的同路人，绝不能互相排斥，就不能互相损，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理解，互相宽容。我讲这一段话，我再打个比方来说，民国的时候谁是民国英雄？你脑子一想，孙中山。我说不对，我可没想孙中山。不，我说不对，孙中山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孙中山能回来吗？孙中山还在国外。那么你就说李元洪、黄兴，我说光是李元洪、黄兴、孙中山就是能搞民国了。我说康有为、梁启超也是民国英雄。你说不对，他是改良派，他是保皇党。我说没有康梁的改良，哪有孙中山、黄兴的起来？没有前人，哪有后人？康有为、梁启超是孙中山的先生，他们风格不同，他们主张不同，但是他们是互相启发的。没有康梁，根本不可能有孙中山，有不可能有黄兴。甚至于我要说，民国英雄还应该包括谁？还应该包括段祺瑞、冯国璋，这都是大总统。这些都是大总统。冯国璋都是大总统。总统。这个段祺瑞当总理。总理。这些人都是为民国出了血的。除此以外，这些人是搞政治的，不搞政治的人也是民国英雄。不搞政治是谁？蔡元培。教育救国，你说他不是？后来接着后来的人，有搞实业救国的，有搞科学救国的，哪一个人不是民国英雄？我顺便讲一下，有一个人，共产党老祖宗，叫陈独秀。陈独秀说有两个先生要请进来，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这俩先生也是民国英雄，但是他讲得非常好。但是我请问，陈独秀搞了科学没有？搞了民主没有？搞了民主没有？搞了独裁。共产党不是搞独裁？对。陈独秀本人在共产党内也是搞独裁的。他说老大哥，他说什么？当然，他碰上了斯大林，完了。那么爸爸说了算了，老大哥又不算了，说了又不算了。所以陈独秀讲了民主，他没搞民主。陈独秀讲的科学，他搞了科学没有？没有。科学是谁搞的？中央研究院搞的，胡适搞的，傅斯年搞的，冯梦虎搞的，对不对？叶启生搞的，吴有兴搞的，这些人搞的。这些人是什么？都是民国英雄。民主是谁搞的？我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大家都忘掉了，叫张君迈。民国的时候，对民主研究的最透彻的是张君迈，因此46年宪法是张君迈起草。咱们现在讲国大的宪法好，谁起草的？知别了，张君迈。张君迈在共产党来说是民社党，是凶恶的敌人，是投靠国民党的。但是我必须说，和民主的英雄是张君迈。就像科学的英雄是中央研究院的曾笃院士，都是民国英雄。科学、民主、教育、农村，教育里面有一个人是被共产党冷落的，谁？陶。教育救国是陶行，是陶行知，陶行知。陶行知就是张庆夫的老师。张庆夫的老师。张庆夫的老师，张庆夫就是陶行知的学生。共产党不承认陶行知，你看我们讲教育史不讲陶行知。但是陶行知是当时是在中国的教育界是出了最大的力量。都这是什么？民国群英。民国群英就是什么？这些人每一个人主张一样吗？不完全一样。特点呢？完全不同。做的事情呢，你做的事情我没做，我做的事情你没做，
但是我做的事情不能否定你的，你做的事情不能否定我的，合起来成了一个民国，成就了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局面。这个什么局面？在一定时期的一个平衡，达到了一个最宽容，几乎可以跟应该可以讲胜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高潮。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就受他的受他之福，对吧？胡适你能不说他不是民国英雄啊？当然是民国英雄，大英雄，民国大英雄啊，是不是？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自由思想，从这个里边，我说今天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不是教训看人家怎么失败，而是看人家怎么合纵共济，怎么在一个社会里边互相各自起各自的作用，各尽所能，各起各的作用，最后这样的合力推动这个整个社会维持这么一个几千年的，在几千年的专制独裁以后维持了这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对的比较宽松的一个局面。本来如果没有那场内战，没有什么你在讨之我在讨之的那个内战，本来没有这场内战，中国是可以比较和平的通过国大，通过立宪，实行宪政，然后慢慢的和平演变。这就是谁郭文贵说的 revolution 跟 evolution 是什么意思？演变。 revolution 是什么意思？革命。 revolution 是什么？革命，就是少数人带着多数人革命。 evolution 是什么？每一个人都作为自己的主人，成为一个动力，使整个社会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是这么一个关系，是这么个关系，你说对不对？对。所以现在的情况之下，我损你，你损我，实际上当我自己说民主的时候我是正确，但是我来损你的时候我就不正确。当我自己想我要这个把独裁的这个制度要改变，这个时候是正确，但是我想我要领导一次革命，大家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计划，按照我的组织，按照我的策略，按照我的步骤来进行革命，那么最后呢是什么样的？那么就是联共党史，那么就是中国打土豪分田地，一直到1942卷，对，当时第二卷，当时下册就来了，再来一个下册，上册下册已经写完了，现在再写下册，结果还是一篇这种东西。所以这些问题，那么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人主张暴力了？暴力这个问题要看这个两个问题，一种暴力是挑起来的暴力，是毛泽东故意勾起来暴力，对对，制造的暴力；一种暴力是被压迫以后被迫无奈，因此必须暴力自卫的暴力。对暴力自卫的暴力，我当然是同情。但是暴力自卫的也好，被利用的暴力也好，这两种暴力都不能产生新社会。中国没有新社会是这样产生的，有一个新社会是这样产生的吗？咱们再想一想，从陈胜吴广开始。陈胜吴广不行，陈胜吴广被刘邦项羽打倒了，是刘邦项羽也不行，也还是一个旧社会。项羽被刘邦打倒，项羽还是个皇帝，刘邦还是个皇帝，秦始皇是皇帝，刘邦还是皇帝。那么后来呢？乾隆八弄一直弄下去，说是这些人不行，就是小官僚，是小官僚。刘邦也是小官僚，陈胜吴广大概也是保家长之类的东西。陈胜吴广，是保家长之类的东西。这个刘邦可能是乡长、村长之类的东西。那么你说是朱元璋，怎么应该是这是苗根正苗红，是个要饭的卖耙子的吧？对啊，不是，他就是要饭的吧？要饭的，那是赤贫啊。那赤贫以后回来以后是什么？哦，那皇帝更暴。他建立了新社会没有？没有建立新社会。他的那些儿子、孙子。儿子就把孙子杀死了，
儿子就把孙子杀死，老三第三个儿子把大儿子大孙子杀死，这就是这么个东西嘛，是不是？那么最后是民怨沸腾，那么最后呢是李昌王李自成张献忠来了，张献忠杀人无数，张献忠在四川是几乎把四川人杀了十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二，那小脚都落成山了，是啊，成山了，嗯，砍女人。张献忠的嫡传子弟应该是洪秀全，洪秀全也是杀了多少人，这些人哪一个人没有用暴力？用暴力，用暴力得了天下以后，打江山，坐江山，用暴力得皇位，最后是什么？腐败，没有一个不腐败。包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暴力革命应该是从孙中山就一直就着就是暴力，是这样，暴力这个问题进行这个案，就是因为当时就是陈炯明和孙中山的这个分歧，就是在我觉得陈炯明当时。陈炯明地方自治很棒，哎，我广东变成模范省，嗯，来带动老乡，带动全国自治，全国当时地方都是地方自治嘛，是这样，我把广东建设成为模范省嘛，不是这个暴力这个字啊，本身的含义都不一样。在一开始的汪精卫的时候，暴力就是暗杀，暗杀哦，啊，秋瑾。这个徐庆麟的时候也是暗杀，这个是暗杀摄政王，那个是暗杀这个安徽巡抚恩铭。暗杀了以后怎么样？这是一开始是暗杀，当时是暗杀，当时是陈立夫、陈赓夫的叔叔叫做陈英士、陈其美也是搞暗杀，是吧？那么宋教仁是被暗杀，暗杀当时就叫暴力，当时暴力就叫暗杀，后来的暴力呢，就是说。天干之力出政权，那共产党着了吗？那就是那一套，那一套东西本身得到暴力以后，掌握了暴力以后，这个暴力就不是国家的东西了，不为国家所有，不为人民所有，被党私有，被领袖私有，那就不是人民的工具，是对付人民、镇压敌人、维护领导地位稳固的东西，变成这么个东西。不是国防军了，是对内镇压军。所以这些东西，历史弄过来弄过去。这个里边我说一个东西，有人说，英国呢？我说英国光荣革命，英国只杀过一个皇帝，除此以外没杀。大宪章运动以后，一共就杀过一个。咱们杀了多少？咱们老百姓杀了多少？人家说法国呢？我说法国更不用讲了嘛。法国1789年以后，这个吉伦特派这个被杀，接着呢是雅各宾派被杀，丹东派被杀，接着雅各宾派被杀，最后是这个马。杀到最后，拿破仑上台。对。又是帝国，拿破仑帝国，嗯，是吧？法国后来的革命是什么呢？是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一点一点演变的，啊，就不是革命，以后就不是革命。中间有一次不就是巴黎公社吗？嗯，巴黎公社起了什么作用？嗯，就是给苏联和中国起了榜样。啊，1871年。嗯。那么有人说美国怎么样？美国不是独立战争爆发？那我说不对。美国独立战争是维护已经有的制度。美国独立战争是什么？是一次美国对英国的战争，殖民地对这个对宗主国的战争。宗主国要打殖民地，殖民地保卫，殖民地保卫的是保卫自己的制度，自己的制度是什么？是枪杆之力出来的吗？不是，是五月花号上出来的。五月花号上有个契约，我们这些人大家都是受迫害的，将来到了新的殖民地。我们大家要不要政府？要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得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要有规章，要有法律，这个法律得我们大家都通过，有大家都通过的法律，有大家都共同选出来的政府，有我们自可以罢免他，可以改变他，可以有撤换他的政府。那么这个一套制度是什么呢？是五月花号确定的，不是战争确定的。所以
你想去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创造一个新制度，而是保卫了五月化合的制度，五月化合制度和和平商量出来的制度，它有什么东西？我现在就想啊，咱们这小破译都是咱俩不许提的，不许写文章的，可是我就想将来历史要纪念小破，我看也是继承了共和真正的中华民国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你比方说有一位评论家，这个评论家很好，讲得很慷慨激昂，但是他对 刘晓波呢根本不了解。对，他讲刘晓波的时代已经总结了，现在我们大家都不要上刘晓波的当，什么我没有敌人了，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个都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受这种东西欺骗，受这种蒙蔽，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没有成功。共产党的路啊，我们现在是应该什么？应该觉悟了。对，我看的这个，我看呢，这个谁讲得好？龚贵讲得好。龚贵讲，我劝大家朋友们不要搞暴力。对呀、他讲得很好，他刚才我讲的革命跟改良是他 revolution 跟 evolution 是他提出来的。他说如果是 evolution， 如果是 revolution， 他是指向 evolution， 就是指向和平演变，对，进化。那么这个东西呢，那就是说郭文贵自己并没有排斥刘晓波，反过来他敬重刘晓波。他敬重，反过来说刘晓波如果知道郭文贵，刘晓波一定也敬重郭文贵。我相信他是坚决支持郭文贵，一定是坚决支持郭文贵。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走民主的一点路上，这个东西大家都是一致。至于一致到什么程度，将来你是搞实业的，我是搞教育的，他是搞科学的，他是搞民主的，咱们去各干各的，那就是各尽所能，对，各发挥各自己的所长。我互相何必排斥？何必拿出一个两手名来，这个跟比方说跟胡适过不去呢？也何必拿出一个胡适来跟陈独秀过不去呢？对，胡适跟陈独秀好朋友。对呀、政见上他是不同的，但是这个陈独秀一入院，胡适是第一个救济他，两次前来给救济他，是这么个东西，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为什么？为了民主。为了民主这些大事情，这样一个大事事业，什么小事情都可以不论。现在我们把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拿到上面来了，那么就是已经忘掉了自己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目标是要搞民主，这一点已经忘掉了。对，那个零八宪章的意义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宪法基础。对，因此呢。他这个东西呢，本身像这零八宪章这样的问题，郭文贵提不出来。对，他不像郭文贵爆料这样的事情，刘晓波也干不出来。他们谁也干不出来。谁干不出来？不仅是这样，你当记者，我干不了你这个事儿。我干不了你这个事，您的我当过官，你也干不了我这个事。我当官的，怎么又早让人给惹怒了？你也干不了这个事，是不是？但是都是朋友，那当然了，是不是啊？这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都不愿意做奴隶，都愿意做公民，这个是最大的共同点。这是十三亿人的最大公约数，十大三亿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都不愿意做奴隶，都愿意做公民。对，就这个问题。谁愿意做奴隶，那去做奴隶吧。我相信连王岐山也不愿意做奴隶，你叫他做奴隶要干。妈呀，他不现在有一个漫画特别好玩，他蹬着个板车，上边坐着那个黄燕，说将来咱们就这么过也成了，太好玩了。像这样一幅画也好，这样一幅画这也很好，是不是？那么这样一幅画，你问龚贵画得出来吗？画不出来。龚贵，你这幅画是第一件。那他这幅画有他的水平，有他的作用。这都是推特有画的。有他的作用吗？能够启发人啊。齐心协力。那不很好吗？共产党不管怎么坏，各立山头，但他在对付敌人的时候，他齐心协力。就这样。真的。就是这么意思。因为我说，鲍老这一点说的太好了。现在很多。不管是拥护刘晓波的还是反对刘晓波的，他不了解刘晓波。是啊，瓜很好啊，咱们都是吃瓜群众。刘晓波的零八宪章，他
对未来中国的架构的设想，应该说是给我们奠定了一个基础。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再来加，再来减，再来修改，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是很好的一个基础。刘晓波本身而且做出了牺牲，他牺牲了什么？做了自己坐了四次牢，自己不仅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还失去了这个妻子的健康。这个他死得太惨了，太悲惨了。他付出的东西谁比得上他？现在还说他是个软弱的人，他走的一条路是妥协的路。你什么话呀？你妥协过吗？你要是能够像刘晓波那样妥协，我也敬佩你。真是。刘晓波现在他活，我是一直这个话呢，咱们说，我有人说的慷慨激昂，因此我也说的慷慨激昂一点，嗯，但是我也可以不慷慨激昂。对，不慷慨激昂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是偶尔的这个什么时候失言讲出两句话都是可以的。对，但是作为一个长期为民主而斗争的人，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不要忘掉十三亿最大公约数，十三亿人最大公约数就是民主。民主，不要做奴隶，要做公民。对，刘晓波的思想完全是一个公民的思想。是啊，这个最大公约数包括了郭文贵，包括了刘晓波，包括了你，包括了我，甚至于包括很多的官僚，嗯，很多的商人，对，豪富，他都有这个要求。对呀，哪一个豪富说是哦，你叫我活就活，你叫我成功，他妈的全完了。今天我是这个亿万富翁，明天我不是个要饭的，那你哪个人敢愿意？你还得坐监狱去。是啊，为什么？他这样干是不好，那还受保护。我这样干就是违纪违规。这个人家都人同此心嘛，这是最大公约数。这是最大公约数，就是民主。是啊，酷刑，你比方说警察打酷刑，警察也是被迫的，是吧？警察高兴，下命令的人自己如果要受酷刑的，下命令自己也受不了了。你记得吗？冯继平他说：“哎，这个秦城监狱是我盖的，妈的弄了半天我盖的，跑到秦城来了。”冯继平不直接说，可见这是最大公约数。嗯，刘少奇也是躲得很的，也是躲得很的。等到他摇宪法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最大公约数也是宪法，这个事情都是清楚的。对的。哎呀，恐怕呀，我现在秦城里边那些人也都要民主了。现在秦城里边的，要不然是没办法，那要不然是我一直说这个话。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一直说这个话。我说不是民不了身的问题，官也不了身，商也不了身，皇帝也不了身，都不了身。那么怎么办呢？那只有一个什么？只有把奥先生请出来。奥先生是什么？奥林匹克。奥林匹克是什么？共同的游戏规则。对对。是吧？对。统一的游戏规则，统一的裁判规则，裁判不能当运动员，运动员不能当裁判员。观众是观众，观众大家都根据裁判，根据奥林匹克规则来看你判的对不对，是吧？运动员都根据奥林匹克规则来竞技，是吧？大家都服从，这就是郭文贵说的法治。法治社会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就是都没。哎呀，共产党啊，他这个制度啊，他打着民主共和国，他我想他在他在闹革命的时候，他也要求的和比咱们还激烈呢。我相信还是真诚的，不是假的，他真的，就是，他向国民党要民主是真的。啊，对呀，你都敢让我说话，你把我新华日报封了，那不行。对，是不是？他真的。嗯。你以为共产党是假的？共产党为自己争自由的时候是真的。那是真诚的。但是如果真的自由是我的，不是你的。对对对，不是老板，不 是领袖的，不是这个是门徒的，更不是这个炮灰的，是这么个问题。那个好像是那个刘晓波讲的吧，说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就站了毛泽东一个人，连刘少奇都趴着，这就是刘晓波的话比较刘晓波讲话他是文学家嘛。啊，文学评论家嘛，总是有一些夸张的，比如三百年殖民地，对不对？
这个那个康国恩康国有雄见我第一句话说，老王你说一句话我很赞成，我说哪一句话，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说毛泽东站起来了，大家都跪下。那是鲍老的话，不是刘晓波的。不是，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是毛泽东站起来了，大家都跪下。好像刘晓波也说过这个话，不是，大家都一见。现在要演的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不去争这个是翻译。不争一样的。那说明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在用这句话，很多人都在用这句话。我刚才讲的，也是口不择言。因为你提出问题，我得马上回答。对呀。回答的时候。我也有冲动，我也有过节，我也肯定刚才我说的话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错话，你只要去找，每一句话都可以播。所以我想呢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讲过错话，不仅过去讲过错话，现在还在讲错话，以后也难免讲错话。咱不是神仙，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过去讲的错话，我今天发现这个话错了，那么我就改正，我以后就少说这样的错。对，重要的不是过去做过什么，也不是过去说过什么，也不是过去做过什么对的，做过什么错的，说过什么对的，说过什么错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重要的是今后。现在今后我们努力把自己的一些偏颇的跟民族的基本精神不相容的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努力少弄一点，努力多弄一点。什么东西最大公约数，我们的最大公约数，我想反复的说，就是我们国歌的第一句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这是我们十三亿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根据这个东西来我们来思考，不是说根据这个东西来做生意，不是，不是根据这个东西我们来画画，不是，根据这个东西我们来争取民主。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尽量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过去的事情我说都不必计较，一笔勾销就完了，一笔勾销就完了。每个人自己都知道自己说错过什么话，我就知道我自己生出来第一句话肯定是错话。您怎么了？你生我第一句话生出来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为什么我要哭呢？就哭就错了嘛，是吧？一哭就错了。那没办法，这个谁也改不了。即使哇哇落地，第一哭就错了，是吧？应该是高兴。这个可没法改。说高兴，我跑来，我能够交到很多的朋友。我来了以后，我能够看到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来了以后，我看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一个一元化的世界。因此呢，我要做尽我的力量，是把这个一元化的世界再变成多元化的世界。我这个不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思考，让我观察，让我思考，让我行动，都很好。所以以后的事情是重要的，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是吧？我讲的话，凡是有错的，我都欢迎同志们批评，大家批评，大家批评，我能觉悟到了我就改，我不觉悟到，也许我还要坚持错误，那也不要紧。以后你们再批，我再想，你们也总会说服我的，就是这样。鲍老，您这个思想境界，我看能启发很多人，包括我。我从来也不愿意认错的，我这人就是不愿意认错的。有咱们都有错，都有原罪。我跟你说，第一件事情起来为什么要哭呢？哭就违反了上帝叫你跑来是高高兴兴活的，你为什么要哭？那现在哭这一点，明明肚子饱饱的，非要跟妈妈说妈妈我饿了，给我吃糖。这个话就是讲错了，为什么肚子明明是饱饱，明明没有。关于第一声为什么啼哭，这个得查一查，我不赞同鲍老说的。好，我觉得他不，我不是不，我没有批评。不，我是觉得啼哭有笑的很少的人，不是很少的说有的婴儿生下来笑，那太少了，几乎没有。啼哭不是不高兴，不是悲哀，也许是他的发声。哦，不 是他的呼吸。呼吸嘛，这个就是这些事，就是这些事。
所以说我是希望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和平，我总觉得是这样，和平有一个问题要说清楚，和平理性非暴力，嗯，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发展的正常状态，对，这是一个正常状态。这个正常状态呢是非常可贵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呢使它不能变成这样一个正常状态，我们应该恢复到正常正常状态。这个正常状态呢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天堂，这个正常的状态呢也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彼岸，大慈大悲的彼岸，这个正常状态呢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大同世界，对，这个正常的状态呢也许我们永远达不到，但是我们永远要为它争取，要接近它，是这样的东西。是，所以小坡的价值啊，虽然将来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小坡是人杰，是，是中国21世纪的人杰，继承了民国大英雄的那种思想境界。郭文贵也是人杰，对，也是21世纪的人杰，他们各自起各自不同的作用，谁也不能代替谁，对，谁也不能代替谁。但是我相信，即使郭文贵先生现在还当然是非常健康，他现在非常年轻，刘晓波呢已经被折磨死了，但是一个死一个生，他们都是我们的人杰，也不要轻视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说清楚，我们过去不能只靠刘晓波，现在也不能只靠郭文贵，对，以为我们自己只要当个观众就行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这个作用郭文贵代替不了，我刘晓波也代替不了，我的力量是一点，他们的力量很大，但是很大代表这么一 代替不了这一点，我这个一点也代替不了他很大，我的一点也代替不了你的这一点，你的一点也不能代替这一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主动的自觉的互动，它本身就可以纠正我们自己，就可以纠正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包括我对马克思我始终还有一份感情，我对马克思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理论基本上是错的，但是马克思同情弱者同情穷人这一点我说是很好吗？这一点有什么错？马克思，你比方说马克思他念念不忘要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有什么错呢？对，我们现在美国不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我们不是，美国不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我们都是不愿意做奴隶。菲律宾会议不就是一个自由体人的联合体的会议吗？是不是？所以我有人把马克思是看成是魔鬼，我不是这样想的，我是魔鬼有的，列宁是魔鬼，斯大林是魔鬼，毛泽东是魔鬼，马克思不是魔鬼。为什么马克思不是魔鬼？马克思没有掌握权力，当然如果马克思掌握的权力，马克思也可能成为魔鬼。但反过来说，如果毛泽东、斯大林、列宁不掌握权力，他可能也是一个学者，他可能是个鲁迅。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鲁迅呢？我记得胡适说过一句话，说中国的白话文毛泽东写的最好。我在某一个地方偶然看到这个话，我觉得这个话是公道的。毛泽东他说他的语言确实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他能够有这么大的感染力，这一点是优点。但是这个优点用来煽动什么东西呢？煽动暴力革命，煽动不择手段，煽动把人不当人，这就完了。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出在这个。反过来说，你我如果有了权利，如果是不受制约，照样是希特勒，照样是毛泽东。对，这一点要警惕。对对对，对，
不要以为自己今天是搞民主的，其实以后永远是不多彩的。不对，不对，我想了，我在家就是个矛盾，绝对不是这么个东西。我想了，我在家就是个毛泽东，就是个暴君，就是个暴君，是吧？高老太爷小的时候，我相信跟绝姓绝名就会是一样的。高老太爷一老了，他就要绝姓绝名绝会，都得听他的，都得听他的。嗯，是这么个东西。绝姓绝名绝会，如果自己不自觉的话，将来也变成高老太爷，那你怎么办？是这样，就是，咱们不现在暴君就是高老太爷啊，没有权力，没有制约，按辈分，现在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马克思同情穷人，这一点上，我觉得跟郭文贵思想完全相通的。郭文贵我注意到了，郭文贵讲到很多人，但是有一个人，很少有人提到，郭文贵反复的提杨改兰。他就是提杨改兰，他代表不断的提杨改兰。我知道杨改兰对郭文贵的思想是很大的一个震撼，他知道一个穷人穷到了绝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带着四个孩子，他知道这个情况。在这一点上来说，你说马克思同情穷人跟郭文贵同情穷人同情杨改兰，这个思想是不相通的吗？还是相通的？问题是他们两个人都没当权，他们两个人当权以后是不是也会变成毛泽东，我也不敢说，那不敢说，对对 对, 对，我也不能说是毛泽东生出来就是个暴君，我也不能这样说，对吧？我相信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是还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但后来是要求大家都来做他自己努力，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人随时都应该听别人的意见，随时应该警惕自己不要自己学坏样。刘少奇有很多做东西，但是刘少奇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这个人啊，学好学坏容易，学好难。他说，嗯，所以他那个刘少奇自己知道自己要学坏是很容易的，啊，一当了中共国家主席，一当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接班人，他自己也知道，啊，危险的很啊，如履薄冰啊。我。今天讲的话里边有很许多话，你拿出来每一句话都会驳得一塌糊涂，皮我而服，这个很好。我看这样的对我有帮助，很好。就这么一点意思，这个贡献给大家，考虑考虑。太棒了，是不是？今天太棒了。六四呢，当时对我的启发呢是非常大的。我当时觉得广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各尽所能，用尽了自己的智慧跟力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表现对民主的追求，对光明的追求，这个使我非常敬佩。后来的时候呢，我后来渐渐了解民主阵营是分裂，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你指责我，我指责你，互相吹毛求疵，互相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作为一种感情，我能理解。作为中国要进步这样一个历史的，在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这些东西呢，是不起好作用，不起好作用。我一直认为，学生当中，凡是参加六四的，都是我的朋友。不管这个人主张进攻，那个人主张退却，这个人主张激烈，那个人主张和解，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道理，都不能抹杀他的作用，都在当时起了作用。甚至于当时不参加的，在家里边关起门读书的，我认为他也起了他的作用，也起了他的作用。这就是六四的群像。对，六四的群像不是哪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喊冲啊，不是的。有人说冲啊，有人说冷静一点，有人说绝食，有人说不一定合适吧，有人说我们一定要抗争，有人说我们忍一下也不慌。凡是这种人都是说明什么，是主动的，他自己发表自己的意见，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无恐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一个正常现象。永远有这样一种现象，
不仅是在六四这样一个疾风暴雨当中有这种现象，就是在和平时期也有这样的现象。疾风暴雨当中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和平时候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如果离开了这种东西，它的这个社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我种地，我提供粮食，我有功劳，别人就没功劳了。就是他说你种地，你没有农具行吗？我做农具，你说农具能产生粮食吗？我说粮食能产生农具吗？如果这样来抬杠，那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对，就不成其为社会，是吧？你必须不仅是要有人种粮食，有人做农具，还要有人做棺材，都是为了这个社会，是吧？你不能说是这个是高的，那个是低的，这个是正确的，那个是错误的，还要有人睡觉。为什么要睡觉？他睡觉为了第二天起来还能干活，你不能说是睡觉的人就是不干活，每一个睡干活的人，没一个人不睡觉的，劳动都需要休息，休息都是为了劳动，用休息来否定劳动，用劳动来否定休息。这个事情我这样说，人家说 你这个话是夸大的话，是，我是夸大的话，我讲的话夸大的话就是说夸大的漫画使你看出它这其中的差别出来，但是这些差别呢，你如果冷静的想一想呢，都是一个正常的多元化的社会的一个正常现象。我们这个民主得来是非常非常，要是能够得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哎呀，你想一想看中华民族啊，我们这个民族三千年吧，五千年，不管是汉族也好，满族也好，这个藏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我们多少年来我们都是不愿意做努力的，哪一个人愿意做努力 啊但是我们都到今天没有追求到一个理想的社会，我们都必须继续尽我们的生命。如果自己这不能够活着看到，至少要使我们的儿子孙子能够享受一点世界文明的果实，不要把自己排斥在世界文明之外。我看就这一点上来说呢，学会宽容，学会和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马克思有什么错误，我说马克思只有一个错误，本质的错误，他把阶级斗争提到第一位，把阶级互助、阶级合作、阶级妥协把他贬低到十八层地狱里边去，他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对，其实阶级斗争跟阶级互助、阶级合作、阶级妥协一样，通通都是起作用的这个因素，不是不起作用的因素。对，还有一些误解，有人认为像我没有敌人就是什么，就是无所作为，就是听天由命，就是束手待毙，哪有这个事情。你看看刘晓不是无所作为吗？他起草了，他思考了中国的前途，设计了零八宪章，他为此做出牺牲，付出了代价，他无所作为吗？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它本身是以抗争为前提。是的，因为要抗争所以才有个和平，和平理性非暴力。你一看郭文贵爆料，你就说哎，郭文贵爆料是对的，和平 理性非暴力是错的。我请问郭文贵哪一件事情是不和平的、不理性的、要暴力的？没有啊。所以不能把郭文贵来否定和平理性非暴力，也不能把和平理性非暴力呢作为刘晓波的一个什么罪状。刘晓波如果说是看了刘晓波的那个我没有敌人，最后还觉得刘晓波是个懦夫，那就是说根本没看过这篇文章。我刚才这样说，只要看过这篇文章，只要有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刘晓波这篇文章呢是一个深刻的谴责，是一个深刻的结论。他还有一个东西，他是直接继承了什么、人类文世界文明的那个，对，从托洛斯泰的那个物以暴力抗物开始，一直到什么东西，甘地的这个不抵抗主义啊，一直到什么。现在有人说因为我们要搞魔力化，我请问魔力化是暴力吗？魔力化什么时候搞的暴力？魔力化
搞的什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他就是要求这个。这个这东西在我们中国宪法上名义上来说都是合法的，都是35条、啊。因此，我们都是应该是和平来争取的。对，如果说一定要过暴力，那么我是讲一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跟老虎斗争，我说我要跟你搞暴力，你是什么兔子？你兔子的暴力赶得上老虎的暴力吗？不是给人家一口吃掉吗？但是兔子说，我的优势不是暴力，我的优势是理性。你不应该吃我，我跟你是平等的。你如果可以吃我，那你就是禽兽，我就是人类。啊，这个是走到天边也是讲的这样的。我的长处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你的短处，你的长处是暴力，我要非要跟你碰干什么？所以对暴力，如果被迫而造反，逼上梁山，我是可以同情的，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不会谴责你的。你要去孙中山，你要去刺杀，不是，我说错了，汪精卫你要去刺杀摄政王，邱静、徐建林你要去刺杀恩平。我不去反对你，我也不去告密你，我更不来谴责你，我还说你们真是勇敢啊，你们是英雄，你们是英雄，你们是辛亥革命的前驱者，是吧？但是我不参加，但是我就不反对你，我还把你当英雄来干什么？是吧？至于你制造暴力，是不是明明是好好的，我非要怎么跑到什么太太少奶奶的牙床上滚几滚？啊，你这个就是暴力了，你就是打砸抄杀抢的，这是暴力了。这个我当然是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合法的、不理性的。啊，这种暴力是不择手段，这种暴力是用革命的名义来达到个人的权利欲的目的的。这种东西我怎么能支持？我当然不能支持了，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啊，刚才我讲了一个例子，我讲到陈独秀的时候。我说陈独秀高举民族跟科学两面大旗，但是陈独秀是自己没有搞过科学，也没搞过民族，相反他是毁灭了民族，他是践踏了科学。我想我这个讲话是公道的，对陈独秀，陈独秀功劳在举出了科学跟民族的旗帜，陈独秀的缺点在他根本没搞民族跟科学，他根本没搞民族科学的大旗是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不能因为他自己没有搞民族跟科学举出这两面旗帜来就是伟大的罪，我也不能因为他举出两位民族伟大的旗帜，我就说陈独秀就是个民族主义者，就是科学主义者。没有，他哪敢这个事儿？没敢这个事儿，是吧？所以陈独秀最后就后悔嘛，他最后反思的时候很痛苦嘛，就这么个事情。暴力这个东西，往往是暴力这个问题，自从恩格斯讲暴力是新社会的产生婆啊，讲了这个以后就变成共产党的经典。但是呢，当暴力他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共产党的领袖没有一个人自己来干暴力的，都是叫别人去干暴力，就是都是干自己去暴力。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中央派邓政委到左右江去搞暴力，左右江一失败，老百姓被杀了，邓政委拿了黄金跑了，开小差了。邓政委讲暴力了吗？讲暴力了，同志们冲啊！讲暴力了，他讲暴力了没有啊？他拿了黄金冲了，跑了，拿了洗衣精被偷跑了。所以这些问题啊，如果是要我们没有资格跟陈独秀比。没有资格跟邓小平比，但是这种前车之鉴呢是放在前面，是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反省、吸取教训的这种历史材料，实力摆在面前。那就是龚贵就说了，他现在国内几百万军队警察，我们打不过他，打不过他，你非要去暴力啊，你非得暴力啊！而且我跟你说，现在的暴力跟过去暴力不一样。过去的暴力是什么？刀枪，
对啊，毛泽东讲兵器、啊、我看到他有刀，那么我调查研究一下，我能不能搭把刀，我也可以搭把刀，那我也搭把刀，因此我也跟他打。现在人家是原子弹是导弹，你有吗？你跟人家干干爆裂，开什么玩笑？就是，但是如果我是杨家，如果我是杨家，你把我逼上梁山，我跟你拼命了，这个叫个人行为，这已经这不个人行为有社会影响，但是它不是全社会的共同法则。对呀、啊，这个是两码事。我非常同情杨家，啊，杨家应该是烈士，杨家也是应该是共和国英雄，当然了，没问题。但是大家都对杨家做得到吗？嗯，他还是徐锡林、秋瑾那样的英雄。所以呢，杨家拼命是共和国英雄，杨改兰自杀也是杨共和国英雄。哎呀，你不能用杨改兰来否定杨家，也不能用杨家来否定杨改兰。对呀、啊，他们都是什么？都是老百姓，他们都是什么？都是不愿意做努力的人。一个不愿意做努力，因此呢，一个死一个杀，我要报仇。一个呢是说我不愿意做努力，我绝望了，我就死了。反正你们我自由了，你们也不能再凌辱我，就这么东西，再欺负我，就这么东西，就是一句话。讲，您讲。千言万语啊，就是一句话。对我越大越好。嗯。朋友越多越好。对。合则共存，分则全部毁灭。合则共存，分则全部毁灭。对，现在就光棍一直说着让海外团结，团结。小坡去世以后。他更是在呼吁团结，团结。小波也是团结。小波是啊。这个小波啊，我跟小波的别人给告诉我小波的印象，跟我直接从小波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小波在我面前是非常平稳的一个人。嗯。可能我年纪比较大，因此呢，他也不大放肆。特别尊重你。但是呢，小波在别人面前呢，据说是嬉笑怒骂，这个非常这个性情啊，个性非常非常强烈的，一句一个他妈的，所以我眼睛里看出来小波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对，理性的人。您见到的小波在起草《零八宪章》啊，他没有那种温和和理性，他写不出来那样的。对。他和张祖桦两个人都是那种人呢，所以啊，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非常好。我跟您简单讲一段啊，这点您肯定不知道。我就冲着鲍老讲，我可以离近点，两个人就都没事。他呢，您不知道那个，就在零八宪章他起草完成以后，开始征求，那个签名的时候，整那会儿他没找到我，那会儿还没开始呢。前一个月，海外呢给我一份，那个就是联署信，联署的信呢是针对德国之声的，一个呢就是。他们就是中国大外宣吧，整个占领了德国之声的一个中文部，当时就认为那样。结果呢，我不知道啊，那会儿还没跟我说零八宪章的事呢，我就去找人签名去了。丁老师啊，谁呀、啊？而且呢，三位刘、胡继伟、李瑞、李普，这三位都签了名。这就是中国宣传界那个意识形态的当时自由化的三巨头，一虎二驴、啊、哎对，就签了名了。结果呢，丁老师这会儿就让刘小波签名，他们那个就是蒋老师啊，在电脑跟前，刘小波说什么不签，他也不告诉原因。结果两个人在电脑前，蒋老师就啪，就脑溢血了。脑梗啊，那就脑溢血了，完了以后就是脑梗是脑溢血，我不知道，反正中风了，送医院了。
送医院以后呢，就是抢救，后来他也不能动了，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后来才恢复的，又重新能用电脑了，啊，这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刘小波就是那天晚上他们俩争要不要签这个名，啊，过了这一个月呢，刘小波找我说你再组织，这几位去签名去。我心想，我说这不刚签完吗？这是闹着玩的。因为呢，李普的女儿啊，李玉晓，给我说了一个，说以后你要找人签名啊，找我爸签名啊，一定要大事儿。说这个事儿小点儿，就说的针对海外的一个大外宣，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电台。我当时也麻烦了，但是我还是刘小波让我去，我一看零八宪章，那我就去吧。这三个人，结果走到李瑞老那儿，我给他们一人送了一份零八宪章的打印稿，只有李普激动万分，让我给他组织一个七八个人的饭局，来座谈这个零八宪章。老头很着，结果两天以后呢，那个给我来电话了，李瑞说什么呢？说的，高瑜啊，你们那个东西我们看了，就零八宪章啊，我们准备自己搞一个。那我就没办法了。过了第八天，李普又给我来电话，说高瑜，你们那个我要签名啊，就是你们那个东西啊。哎呦，我说不是你们要自己搞一个吗？他说不，我两个都签。那个是什么呢？后来我给起了个名字，叫零九上书，是杜导正先生给搞出来的。也第一稿呢是找的杜光写的，杜光的让杜导正给否了，结果他们写了一个呢叫上书，就是借着奥运会说现在我们言论自由，国家强盛，怎么怎样，我们希望怎么怎么样，来一个那个影响就太差了。结果只有这三巨头里边只有李普，当然杜光老我也找了，好像我还找了那个于浩成和小波的关系非常好，那用不着我，但是我也找他了，他也回信了签。这回我跟刘小波讲了明白了，我说那个你找我这个，我说人家李瑞和搞了一个上书，你这是小波说我什么？高瑜你浪费资源。他就当时啊就是和那个争执，他实在就是不在那上签名，他就是怕浪费资源，浪费他不跟我说清楚啊。结果他在搞大事儿，你在搞小事儿，结果呢遗憾结果就是胡继伟和，因为胡继伟跟我说李瑞签他就签，结果胡继伟呢头一个他们仨都签了，结果这个问题呢就是零八宪章没有李瑞和胡继伟。我那个时候是我是浪费资源，谁这也怨小波呀，你那么保密干嘛呀，你一个月以后才跟我谈啊，他跟你是你们都是啊。后来我是这样的，每个月喝一次是茶，这次是喝茶，就说我下一次什么时候喝茶啊，对，第二次喝茶，因此一年喝十二次茶。第一次喝茶了以后，第二次还没有到喝茶的时候，他淋巴宪章还搞了，他要来找我了，找不到我了。我们是商量好的是日期和日期的。他突然一想啊，知道我打太极拳，他就到玉渊潭去啊，一个一个打太极拳地方去找，所以找到了我了。他不浪费资源，找到了我以后呢，就我打完拳以后，我就跑出来，就跟他坐在河边。他说有一个什么东西，你签不签名？我说我看一看。看了以后呢，我跟他说，我说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在任何一个集体的上面签过字。我说这次，我说我想签个字。他说那太好了，太好了。他说我们还在改，我说改好嘛。后来因此呢，以后的各稿的改，包括他跟张淑华一起改，我都参加了。那么就是不是什么一个月一次了，那么就是可能一个月一次了，三天一次了，都这样。这个情况底下呢，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东西，是非常理性的东西，而且是相当全面的东西。
而且我想一想呢，每个制度是有根据的东西，每个制度有根据，都是合法的，都是理性的，这样呢赞成的人会多，反对的人呢不仅是少，反对人简直说不出话来。你凭什么来说反对？现在就凭他无敌论啦，什么这些啦，来反对小波，反对零八宪章，也就是这个无敌论。人家说是小波软了，小波怎么软了？哎，他是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的宣誓啊，我们没有敌人呢，面对的是中共几十万大军呢。这个是对的啊，我们争取民主的人，凡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都是我的同伴。对啊，我们没有敌人啊，谁愿意当奴隶？没人愿意当奴隶。有没有敌人？你如果一定要讲敌人，我们真的讲制度。制度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个人。因此呢，这个敌人呢，你如果要说谁是敌人，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说的，你是我的敌人。你毛泽东没有资格来讲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真是，我们只有一个标准，一。人类文明跟反人类文明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而人类文明反人类文明这个东西呢，不是我能够做出判断的东西。不是，就好比你抢了我，你偷了我，我也不能说你是贼，法院判了才是贼，是这么个东西，对不对？就合法非法而言，必须以法院判决为结果，不能我说你是。这就是法治。那么什么叫理性呢？以这个是赞成支持人类文明还是反对人类文明，这个东西，这个是更大。这就是耶稣讲的，你一定看过，我相信你一定看过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前面一个题词就是圣经上的两句话，叫做报深渊在我，我必报复。要不要深渊？要深渊。深渊在谁？我，上帝，我必报复，我上帝来报复，不要你来报复，你不能去杀人。嗯，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疏而不漏，它本身就是由社会来执行这个社会的任务，敌人只有社会来决定，不能由个人来决定。个人来决定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那你个人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独裁者。对，毛泽东就是这么，毛泽东就是毛泽东错，一错就错在这个地方。我个人可以决定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敌人朋友，就是可以把中国劈成两半了，这一半不是人，这一半是我的工具，是我的炮灰。对，都不是人，两边都不是人，就他一个，一个大英雄啊。这个谁主持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主沉浮，就这么个东西。这是狂妄，这是什么东西？叫做独裁狂。哼，他就是帝王思想，你从年轻时候就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国家跟一个独裁狂来自主沉浮，这就是危险，这就是灾难。最后灾难是什么灾难？从1927年秋收起义，一直到1949年打仗，打了28年。哎呀，实际上啊，他这枪杆子一直没丢下。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根本不是马克思东西，对，是军阀的东西。军阀的。毛泽东自己也说，军阀都懂的，那么可见他是向军阀学的，不是向马克思学的。你要我说，我就说。反正是信口开河吧，语无伦次。哪里可以？刚才说是有一个研讨会，要把这些东西放到研讨会上去，这就是我诚惶诚恐。研讨会的朋友都是我敬重的朋友，都是我的前辈。你们在第一次天安门的时候，我还在当牛鬼蛇神；你们在第二次天安门的时候，我还在做官，我还在做梦。你们
都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讲这些话是非常不恰当的。如果把这些话放到研讨会上去，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如果一定，但是呢，这个确实是我这几年来想到的一些问题，也是使我痛苦的一些问题。我想该怎么办？既然是研讨会，说是要拿出来，那就拿出来吧。错的也得拿出来，我的痛苦也能拿出来。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在发表什么意见。我只是说，我是讲一讲我这几年的一些心情。所以这些话，与其说是我在这个会上要有一个发言，不如说我有一个请求，我有一个考虑，请大家也来考虑一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办。我只是这样一个意思，不是说鲍同要说什么，要发表什么意见，是鲍同有个请求，向我们全体同仁同志同道，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人，我来讲一讲我自己内心有的时候考虑的一些使我困扰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么个事情。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其实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在这个会上来讲，来发表任何意见，就是这个一点意见补充。刚才一开始说有个什么事儿要问我，我就这么说下来了，弄了半天，说是这是个研讨会，要我发个言，我听了以后诚惶诚恐，所以最后我必须讲这么几句话，千万千万，这与其说我在发表什么意见，不如说我在求大家，我在表达我自己的心情，我在求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就是这么个意思。也不知道，我真没有把握，不知道自己哪些话实际上是我自己在发泄自己的情绪，讲讲自己的一些很痛苦的一些想法，怎么回事？我哪有资格来指责别人？我指责自己都来不及。所以我想，我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点意见，也跟你说了，也贡献给这个研讨会了，就这么完了。